嚟噶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，前面方頭嘅馬係創科盛世啊，健康之星緊咬第二位啊，第三位紅衫咧就係綠枝啦，內欄第四請不要問啊，中間第五仲有得意佳作啊，出邊出閘最快紅帽嗰只咧就星際精英俾人頂咗三四踏啊外邊嘅，內欄淺藍帽咁啊有呢只喜勝威龍等緊位啦，中間咧有陽明天空啊，後啲嘅馬等內欄嗰邊啊龍城強將啦、珍珠哥啦，掟出去外邊追有請不要問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創科盛世就擠嚟咗個幾身位喎，後邊健康之星啦、綠枝啊中檔追緊啦，喜勝威龍亦都中檔上，外邊追緊嘅馬仲有陽明天空，中間得意佳作大外檔啊，請不要問啊！最後200米到，綠枝已經係突圍而出啦，後邊嘅馬有喜勝威龍啦、健康之星俾人阻咗啦，外邊追上嚟仲有陽明天空啊，接近終點，綠枝以後以拋離姿態贏馬，打開勝利之門噶啦，跑第二名嘅馬咧。